我是芳姐啊，今天阳光明媚，这个是下乡的好日子啊。芳姐今天继续带大家去乡下淘宝物啊，寻老物件、老古董啊，随手宝贝能捡一大堆啊。今天有老古董什么啊？这里都是一些老建筑，这里的房子都是应该有老物件，所以这里都开门了啊，应该都是这么家里面。哎呀，家里面老古董什么？说老古董老物件，哎，阿姨。你好啊，在家里面干活啊？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收古董的嘞，像老说的老物件，古董先给先吧嘞。老东西先给先吧嘞，没有了啊。没有的，有的有一点，点进来几个明显是吧？哦，有一点点东西是吧？哎，那您现在有空帮我找一下吗？找一下没有时间，那麻烦你了。你得多时间逛。那爷爷看东西对不对？因为这东西书不好价钱，看东西就谈价好吧？麻烦你找一下好吧？我就喊喊。好的好的，那你先麻烦你找一下好吧？就在这里面。哎，好，那你，啊，我跟你过来了啊。好的好的。这个房子原来应该有100多年了啊。因为这个钱，一些钱啊，这个明显，有一些明显哈。那我再那边便宜点，你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我应该找了一点那个钱出来了，啊，我在这里看一下，哎呀，再看一些什么钱啊？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？几百年的，几百年了啊。这是一些铜吧啊，全部是一些铜吧。这里大概有多少个啊？40块钱一个。有40块钱一个啊？有40块钱一个。现在很多的，谁给谁搞的？原来有很多丢掉了啊。丢给丢掉的，原来有很多的，一些小孩子，还有什么没孩子的。小孩子完了一下就看不到了。我让我给您数一下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13 14 15 16 17 18 1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4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。这里阿姨是这样子，这里是52个嘞。是52个啊？是52个，你用什么价位了？40块一个。少一点吧，可以少一点吧，因为这个品相不怎么样了。数不得，因为这个行情价我们没有这么高的价了，阿姨。我给您这样子给您出个价啊。你都35了。给这样子给25块钱一个，因为这是能把价格一高一点，如果全部是这种双旗的话呢，那我就完全出不到这个价。我这都给您去，因为你这个是能把的放来，价格是高一点。我们在乡下收货也不能骗您老人家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像你这种全部能把多一点啊，我就给您出25块钱一个，好吧？我们出门也不是骗子，我还是按行业价给您收了啊。那不行啊。可以嘞，可以嘞，52个的话就是我给您算一下啊，50就是1000呀。这里给您算了一下，一起是1250块钱啊，1250块钱。哎呀，这里点小东西就这个就是一些煤火的盖子啊，不完整了。这里就是给您1050块钱，1300块钱，行不？1300，因为我们也出门也是要赚一点点。那你先讲。不行，搞不得，因为这个完全没有利润的，只能赚个9块钱一个，就1300块钱。可以的话，我就给您。给钱给您啊，好吧，好不好？买不掉，买得了。因为我跟你讲了，我讲清楚了，我们的行情价只有这么多，我拿回去也赚一点点啊，好吧，好不好？1000等于就是1250块钱，就是1300块钱成交啊，
行吧？说拿点说的小孩子，我俺也丢一手丢捡的。对，好了，这里就给您1300块钱啊！还有什么东西没有？我那两个胡沙，还有个胡沙。哎，好，那你给我找一下看一下。哦，你找一下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哦，你找出来了？找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个什么胡沙？给欢迎我。哦，这个，我去看一下啊。这是一个铜壶嘞，铜壶啊，这个是什么是也是走壶留下来的是吧？嗯，这是走壶留下来的啊，这是一种是铜的啊，也是铜的、嗯，这个大概有几十高了，也有几十高，这里面还有些泥巴，还有铜锈。有年纪的个哦，也是有很大的年纪了啊。嗯，这个您要什么价位呢？4000，有4000块钱啊。嗯，这个4000块钱，主要也有这么大，大概也有一斤多重啊，应该有一斤多。我没称，也没称啊。这样子了，这里我就因为我在你这里也买了一些铜板是吧？还有加上这个壶啊，一起这里我就给你给个最跟踪的价3000块钱，行不？说不得，数了嘞，因为这个呢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铜的是铜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回去也想挣一点点钱，我只能给您出3000块钱啊，3000的话就加这里就4300了。小弟，你说好多3000卖点卖不点，那3500就了。我也是要赚一点的，阿姨，我出门确实年轻人出门也是要赚一点的，都是做生意也是越买越卖，3000行不？行，我就成交了。那3500嘞？3000加这里就是，加上这里一起就是一起啊，一起这里就是这里1300加3000，4300块钱，好吧？好，4300块钱我就成交了啊。行吧，我就转钱跟了啊，我就给现金给您了啊。好，给现金给您了啊。嗯，好的，成交是吧？嗯，别紧张。这里4300块钱啊，4000，1、2、3，这里是4300块钱啊。这点东西就是4300块钱嘞。好了，您数一下啊，啊，阿姨，这4300块钱您数一下啊。那这点东西我就收起了啊。那这里我就收起了啊，您数清楚，把钱数清楚啊。对了是吧？钱对了是吧？好的，那我这个就收起了啊。嗯，好，那你们上房去。好，我去叫大姐。好了，到时候再感谢您啊。我走了啊。好，今天我在这个阿姨家里面啊，买了一尊明代的观音，它的高度也蛮高的，重量也蛮重，品效一流啊。今天这个天气可能。心情跟这天气有关吧。芳姐今天还是解了一点小乐啊。感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关注，喜欢芳姐的作品的可以点个赞啊，感谢大家了啊，下期节目再见。